你不能因为那是我要买，就显示出你的不悦啊！你刚刚查那个空拍机的时候的表情就不是这样子。凶，好，我们可以走了，其他东西不要买，没带钱。电池还是 Costco 买便宜，我在购物中心看是一颗要4.2元，那这一颗8.9元。我们现在都是比那种大卖场啦，我们不能跟一般的店家比，就是不要跟那个什么个人商场比，要跟购物中心比，这样才可以。这个 Costco 是比较便宜的，刚好要买4号电池。终于找到有人烧私募，终于退烧了，我们看到红奶茶。三瓶多少钱？一三五，给我买一下嘛！你可以一罐我们家喝，一罐浪费钱，已经买烤箱还买后奶茶，那两回事。Costco 啊，在控制毛利啊，只有10%到12%。据说啦，就是趴数太高啊，还会被检讨。有很大部分的收入来源，会员的会费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他很厉害的，真的就是单一的商品大量。比如说像果汁机好了，它只有可能2到3台让你选，可是如果你在家乐福啊，可能是有20-30台让你选。那当然，对单一商品的采购啊，他们是很有优势。今天我在等我老婆，你看又买了一车，等一下来分享我们今天到底买了什么。还要败家了，又在败家了，一定要吧，已经快装不下了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又买了一整车。我觉得我获得了解放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总共花了13000多，可是最主要是那个烤箱8000多了。哇，我们每次来 Costco 也是花蛮贵，都花5-6千。不过就是都买一些吃的，比较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嘛。你要吃好一点，就稍微贵一点。那你要吃那些什么鲑鱼啊、起司那些东西，反正就是都不是便宜的价钱。不然你可以吃馒头啊。你觉得你真的会浪费钱？馒头，你可以买馒头啊。你真的浪费钱。豆腐啊，那都很便宜啊。浪费钱。买烤箱，你看你就不要，就不用烤东西了。我算了。你这样，你看以后牛排放进去就可以直接烤。好。大怪。等一下，我们拿上车过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到底买什么。这个白板笔，白板笔就是公司要用的化妆水，极润肌研啊，它就这边的化妆水就是顶多就那一两种，可是我之前有买过，我觉得还蛮好用，所以我自己有。哦，就民生必需品，民生都需要用，卫生棉的，垃圾袋，这个我第一次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符合我们家要用的需求，买一次试试看。这个。这个好像神经病，大烤箱。什么？烤箱什么都能烤啊？哎，你再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哎，可以哎，盖起来哎。这箱是吃的，来看我们家买什么吃的。这个是起司条，就大部分都是生酮可以吃的啦。然后鲑鱼。凤奶茶不是，凤奶茶这个不会喝，我老婆会喝。香鱼，红龙的汉堡排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买的东西。今天 Costco 的散步之旅已经结束了。
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五点准时发布影片。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